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8月19日将迎来狮子座新月，此次新月充满了果敢行动力与自我热情的高涨，是挖掘勇气、表达创意、突破极限的最佳时机。新月期间，容易感到强烈的欢乐热闹气氛，容易自我膨胀，勇气与信念的激发，使大家产生更多冒险的念头。本次狮子座新月重点影响星座有白羊座、狮子座、射手座。白羊座，今天的你很闪亮，特别适合约会，尝试打扮出不一样的自己去参加娱乐活动吧。SPA、聚会游戏、DIY 手工艺都是不错的选择，不仅可以放松自己，也能迎接新的状态。有些人有怀孕机会，有些人表白成功率大大增加。从事娱乐时尚行业的小伙伴可以尽情释放魅力与创造力。狮子座，今天的你是舞台上的主角啦，周围人都因为你变得喜气洋洋，欢乐无比，是表现力极强的一天。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不满意之处，新月很适合尝试改变自身。有些人可能会接到某个好消息，产生某个重要决定，迎来某个巨大的变化。射手座，今天的你十分有活力，不仅有许多独到的见解，让你看起来充满智慧的光芒，也适合开始一个旅游计划，接触更广阔的视野，更多不同背景的人事物。如果决定留学深造、移民旅游，新月是办理相关事务的不错时机。有些人会听到学业方面的好消息，或是其他惊喜消息。